几点了？我不要，等一下，我的铁剑，我什么时候有铁剑的？我什么时候铁剑的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，我们冷静一点。我靠，有真块砖是不是？我看到了，你从火堆里面，不是火堆，你从……哦，蜘蛛到底要怎么打啦？我不要啦，我不喜欢蜘蛛。嗯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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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这是白天，你下去。你也下去，你下去，不要打我，你。好，打赢了，打赢了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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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没坏，你不可以这样子趁人之危，不可以不可以。好，刚才什么？好，嗯。为什么总是会有史莱姆？我在叫了，哪里了？我看到你在树上，不要看到我，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看你的，你长得很棒。好恶心的声音哦，你走开啦，很吵啦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的剑断了。绑定诅咒我也还不太了解，所以我也还先等我做了一些功课之后再来用。嘿对。祭司，你可以帮我把外面的东西杀掉吗？有点吵。什么？你办不到？你这样还算是一个称职的祭司吗？うるせえよ。よし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好，要下雨了，再把这边擦亮一点，毕竟是我的领地了，已经是我的了啦。怎么样？是我用死了很多次的、无数次的死亡换来的。好啦，就先他们来叫，应该是在电。我干什么？我在干什么？会不会那边有路啊？下雨了，你怎么跑出来？你不可以出来啦，回去，回去。你好烦哦！你怎么可以跑出来？你怎么？你回去你的小房间啦！我会做一个门给你的，我不理你了啦！不行不行，你要回去啦，拜托啦，进去啦。好，你不可以出来咯，知道吗？你在这边吸蓬蓬吧，你浑身是血，很臭。然后就这样，为什么有东西在？我为什么刚刚一瞬间以为这个是神奇宝贝里面的胡叔叔啊？为什么？今天要做蛋糕楼梯，首先先把这边都变成糖，然后这个是牛奶放上面嘛，然后小麦放下面铺一层，然后蛋在旁边吗？是一颗蛋还是两颗蛋？一颗蛋而已，好。哒啦，就有我们的蛋糕咯，然后我们再来装更多的牛奶，小麦。没事，一颗蛋就好。哒啦，牛奶，小麦。鸡蛋一颗，然后两颗糖。好，随着你看我们家的祭司的，哎呦，你还带小孩来？我靠！我你怎么过来的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是有弓箭手来射我？是不是你为什么临死之前还要射我一箭？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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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死小孩！哈哈哈，我赢了啦！
蛋糕好像有点低。你怎么出来的？为什么？你怎么可以？你是这么聪明的吗？可恶嘞！给我回去哦！给我回去哦！谁准你出来的？等一下啦，我还在用我们家的摆设，难道没看到吗？我在这么的专心，为什么？我以为这可以放在半砖上面的，不行吗？可恶嘞，我的蛋糕啊，消失了。没关系，我有很多蛋糕。可恶，原来是这样子的吗？そうなの？啊，我这个还不能打掉。我的蛋糕计划，我以为是可以悬浮着的，然后我损失一个蛋糕，哇，这根本还不能出去了。干，损失两个蛋糕了。我的蛋糕解体好难。算了，总之先做一堆蛋糕出来再说吧。蛋糕，刚刚那一端可以不用剪进去，把我的失败剪进去，拜托。可恶啊，我只有三个桶子啊，这边放一个。你在扶着，啊？是什么？我搞不懂，我搞不懂，我不仅课业搞不懂，我现在连 Minecraft 也不懂了。可是我知道什么呢？我只知道做蛋糕的方法。嘿嘿，还在做什么？我到底在做什么啦？为什么蛋糕负责啦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啊！我以为蛋糕是可以不用依靠下面的物体的。这样好像意外的有看头哦。好，每一个都扶着，太棒了。好，很好，就这样子了。我的蛋糕阶梯我不改了啦，每个都扶着，看起来很棒。第一个他不知道怎么可以蹭边边的，还可以跳上来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我的蛋糕阶梯，这是我自己的小成就，爽啦，怎么样？你呢？你是卖什么的？干嘛？啊？龙首白色戒符盒，只要个骨粉就好，好便宜。这个我可以一下子致富了，我爱你。这里是谁？哦，马铃薯哎，我的药水店，来哦，来卖药水哦，均一价一颗绿宝石，要买要快哟。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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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幸运欸，幸运来干嘛？然后我要去杀过去。我不要切，什么？哎呀，好，计划通，啊哈！我的 shift 又卡住了，好多钱钱，我是有钱人啦，吼吼吼吼吼，一个盾牌，好，我们学着怎么用盾牌好了。鞋子要吗？耐久、轻盈，可是很划算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划算。好，买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是木头不够，买不起，对不起。买不起来了呢。不，还我。我只有两个，不够，对不对？三个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把你们家拆了。把你们引以为傲的神木给，好像不太好。我觉得村长的私房钱会不会藏在
这边啊，可是我不想要把这个挖掉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地标的感觉，我不想要把这个挖掉，而且挖好累哦。我要干嘛？忘记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没有，我没有甘蔗，我没有甘蔗，我要更多甘蔗。哎，我去拿一点甘蔗，我就有了，我就可以了。哇，好棒哦！哦，好开心哦！这一次的空岛生存，虽然死了很多遍，很难过，可是好棒哦！嗨，提早洗的愉快吗？那我们就跟他一起泡澡，然后我们就结束这一集吧。我现在也玩蛮久的了哦。那么，可恶啊！我好想要，我之后再找方法看，把那个 Optifine 的那个模组，看有没有办法把它弄成比较适合我的烂电脑配合的是一些设定。好啦，那么我是天使幽灵，我讲什么？快被我的学业搞疯了。如果喜欢我的话，可以。欢迎订阅，如果不喜欢的话呢，可以麻烦你在下面的留言处留言告诉我。